主料：芦笋500克，肉片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生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芦笋去老皮，洗净切片，肉片用生粉抓匀，热油滑炒肉片，等肉片炒熟了放芦笋，加点水煮一会，芦笋煮熟了调味，撒上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肉片用生粉抓匀才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